哎，你在这儿啊？哦，昨天不是说好我们今天一起去看阿姨的吗？怎么啦？哎呀，这家伙一天跑来跑去的，干啥呢？啊？你可以帮我实现一个愿望吗？什么愿望呀？就是穿着这套衣服去见我妈。这个衣服？你们彝族的衣服吗？对。它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是怎么了？它是以前我妈留给我未来媳妇的。啊？那给我穿不太合适吧？没关系，我没找到过的，所以我们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女儿能穿上这套衣服，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找到。这样啊。行吧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好看嘞，师姐。很像我们彝族女孩一样。像吗？像，要是妈妈看到的话，她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学姐，火车来了，快点站起来，跟我一起跑。这样，这样。